如果你学会了粘胶带，这幅画你也就都学会了。零基础一看就会，准备橘黄、柠檬黄、白色、肤色、颜色平刷好，竖向画几条线，非常简单。你也可以动手试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把刚刚粘好的胶带一条一条的全部撕下来，就有效果了。如果你学会了粘胶带，这幅画也就学会了。找下明暗关系，临深时见鹿，我们再画上一只白色的小鹿。今天的画你学会了吗？以后的日子我教你画画吧。明天见，拜。